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现在越来越多男性开始注重保养，但都是只顾脸部的保养，而往往忽略了身体上最重要的部位——阴茎。其实，这才是男士最应该好好保养的部位。在某些国家的男性从小就懂得利用一种天然植物来保养自己的身体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身体健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退。 Vitroman 黑波胶草本按摩凝胶是以天然植物燕子卯精制而成，能给予阴茎肌肤保养和呵护，开创男性阴茎保养全面养护理念，突破单纯的保健方式，达到了健、护、保全方位的保养和呵护。它具有良好的穿透力，能快速渗透皮肤层，确保有效成分渗透到皮下组织每一个细胞，使皮下细胞快速吸收所有营养元素和微量元素，使肌肤更健美，是男人们必备的保养禁品。 Vitroman 黑包胶男性专用阴茎保养按摩凝胶的突破，在效果安全性和全面护理上实现了对传统方式的超越，让男士的护理和阴茎保养达到了更全面的呵护。使用方法简单，每天早晚各一次，把凝胶涂在阴茎、龟头、冠状沟、阴囊、包皮，轻柔按摩3至5分钟，让它渗透阴茎皮肤，提供保养作用，达到血液循环效果，增大增强结缔组织，让你拥有健康的性生活。按摩过后也不需要清洗，就像润滑剂一样，对下体没有伤害。 Vitroman 阴茎保养按摩凝胶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，咨询电话6562-5526 6562-5526。